喜来人生路，喜歌斗阵行。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，欢迎在下昼长的时间准时甲张磊斗阵来看戏。今日要为大家播送的是《刑部新册》的大结局。苏金青啊，伫咧心里诉牛的时阵，本来想要简单的结案，嘛阁无想到背心的这个五官一再刁难。那为了唔引起五官的怀疑，苏金青只好忍痛对家己的妻子诉牛去应刑。那聪明的诉牛啊，真配合啊，隐瞒了家己真实的身份，而且阁故意讲家己啊是受到五官的塞索，去了这个五官马上就离开。离开的五官就赶紧去向伊的义父杨素汇报。那刚才杨素就想了一招借刀杀人，伊叫五官进入大牢去藏一个李碧莹写了证书，讲家己是受到苏金青的塞索，那然后佮偷偷的将李碧莹放走。那另外一边的苏金青啊，趁一个天暗无人的时阵，赶到大楼啊去看望一个素牛，那想要找一个机会带素牛逃走。安尼，苏金青甲素牛最后要怎样造访逃出去？那故事最后又会怎样来发展呢？我们继续，赶紧甲张磊继续来看戏。我忍不住啰嗦了啊！难道这捉魔之人不是苏金青？胡说！要为那曾老头报仇，除了那苏金青，难道是还有你？你们？这唔过刺客一口假条，讲是害你我捉魔呢？哦，可恨苏金青！哎呀，我苏金青啊，你当堂为将，玉砌在案啊啦！你一定将来无用之辈，难道你未在西当行不去脚下考经哦？哎呀，有啦有啦，害你哦，将你西当行不去。哎呀，可是这刺客当当作主君呢。真你讲什么？哎呀，这刺客当当作要主君啊。这是何故呢？哎呀，那无事无事啦，只是头壳淡薄受伤尔。我苏大人，有关伫个家牢的啦，所以害你才连夜赶来，请义父大人你顶端咯。传苏金青出塞还邦，功劳不小，如今又擒拿刺客。亲爹万岁疼爱，如今出事龙灾已秋，一定也是大作本朝了。嗯，是呀、啊、是呀、啊，哎，伊个曾天神乃是属心之意，唔刺客，我真是来自政府。哎，讲这件代志唔知影，迄个鬼讲鬼嘛唔相信呢。你是公医。哎呀请坐，请坐。义父大人来。水调天色比将军，有酒红颜我。
无大路，该避松岩。一旦派人见去，那是败露，岂不是还了大事了么？不过，这个李明有赤地之心，苏正清又累累不已，这分明主谋之言就不是苏正清，这是何意呀？你是讲咱踮喺金殿之上参与一本，叫伊随时送命。嗯，只要咱摕到伊赐君的确实罪证，金殿之上叫伊随时伊无命。你可别往刑部大路，叫迄个李明写下苏正清之属于赐君的罪证，然后将伊秘密处。然后帮伊完造国徽，这乃何意呀？只要咱提到卡错最近金殿之上，叫伊随时无命，留下李明一条活命，也许伊二度弃官成功，也免得咱七拗动情了。啊，二胡大人啊，啊，那是苏正清今暝，今暝踮喺家楼诶，唔离开，我是要安怎接到迄个李美英啊？嗯，为何主又注意红衣过来？哦，调我的身，定叫那苏正清。重新记得了啊！刁民，你在外面观察，闹动静速来禀报。是。大嫂参见大人，大人，请，请。你请坐，我去请顾明。
谢妈妈讲，我去头前看看。该咋咋脱身嘛？正是才弄心来，天修心，天可就出是甘心，苦苦叹出公公也是夫妻相相离家乡，花香花明，妻情明。贤妻放心，为夫再安排妥当啦。大嫂，大嫂，来啦，来啦！大人啊，有啥物吩咐哦？大嫂，我想今晚就带夫人远走高飞，你看如何呢？太好啦！不过大人夫人啊，恁头前行，啊，我后边要甲恁缀哦。啊，自然是带你一同同走。处事就要小心为师呀！是，夫人，我扶你行哦。大人，大人啊！大人，杨素派人前来，请你即刻嫁我二叔。杨府家将现在好剑登了。老爷，杨素老差干官，初去定连有诈。
去不得啊！大人啊，唔通去，咱赶紧想办法走啊！无，努力无去，竟会引起老差怀疑，四下门一方，任何人拢插心浪费。如今我顶上面老错破胖，不如将计就计，我到右府探听父亲。刁民，我若离机未回，你受风失法，到右府催我回去，不得有我。是。另外，吩咐家中大小收拾行装，准备车马，等待老爷回府，即刻启程。是。大嫂，夫人就告你照应啦。哎呦，大人啊，你放心啦，我知，夫人知，啊，我无知，夫人也是知。夫人，寡人。万岁圣旨呢？难道搁比袂着迄什么叫虎头牌的吗？啊，吴大人啊，咱公事公办，圣旨给我看卖。圣旨伫遮，难道还搁有假的？吴大人啊，倒无安尼啦，你先入去参加，啊，圣旨摕我遮。你若是要倒去，我圣旨才害你。你看。怎样啊？一个小小进步，难道我煞惊伊嘿啦？啊好，徛你遐就徛你遐，小等下我行你就害我吼。一定一定，大刺客大刺客，大刺客大刺客。啊，去啥去啥，去啥去啥去啥。李英啊，吴大人前来查验，你着小心回答。啊，我去头前看卖啊。我来问你，你有想要换名无？厝会再讲啊。哎呀，真
心的你啊，讲出迄个朱魔之灵啊，本大人唔来替你保密，而且还会送你黄金，放你倒去，你看安怎？翠动情。嗯，我看你时间呢，窈窕小路，一貌如花，要多像迄个刺客体呢，一定是。受人之术，一时朦胧。哎呀，只要你若招出朱魔之人，赢着赏金，哈，找一个雷龙君，有名卖势，哈哈。哎呀，去强强天伦之乐，你何必踮在这个乌索索的家罗来受这落苦呢？我大人，你讲的是真实的吗？真实的，真实。美玲啊！我问你，是不是一个生作这呢咯？啊，然后生作这肥的人，哎，其实这个叫你起呢。哦，你是讲苏？对，什么？我是讲，会输会赢都无关系。这个你会当放我出去，为什么我拢写好你？啊，你要写好我？别吓得好，别吓得好，来，嗯，点么正写，写好谁要啊？我才带你来阮府的享受过日啊！想不到，我大人也阁是一只大死狼。哎呦，唔通讲到遐歹听啦！啊，如今。有官有势官员，多一个无三妻四妾的啊！哦，这面的暗的长的短，我大人，你要叫我写什么？你得赶紧讲啊！哦，对，来，你得写吼，面露受刑部所进亲之术，迄几多真美容，日光之煞，万岁呀！
啊，民女受刑部苏敬卿之诉，皆罪曾美容，立功弃杀，万岁爷。丢了丢了丢了！哎，啊，得我签你签公，民女李美英啊，得我签名哦。啊，你袂用的啊。吴大人啊，你讲写好要放我出去，啊无路条，靠煞无凭。哎呀，唔免路条啊啦，你都要带我去阮厝的享受啊咧。吴大人，阮吼就先倒去阮家探望阮的乡亲，搁计两日，一定到你府上拜谢。啊，你好，我写，我写，我写给你。紧急通知：吃小龙虾，身体会长虫子。可怕了，真的吗？我要赶紧转发。虚假信息在网络肆意横行，可千万别被谣言忽悠了。那是假的，大家不要跟着转发了。嘿嘿嘿，藏好你的个人信息，别点击不明链接，不访问类似游戏、博彩等网站网页。辛苦好几个月，终于上映了，请大家多多支持新剧。你说的话，我们连标点符号都不信，抵制烂剧。反正我不会看。不要一言不合就恶语相向，案件伤人，终将案件伤己。我写好你。民女李美英因案受冤，向伊查问终结，查明有罪，经昭明信上，应伊开释，奉行出城，处置奉城兵马司，感谢我官你。嗯，好卖好卖。嗯，我带你。那就抗议，我抗议，哎呀，免啦，免啦，大人，抗一个啦，抗一个啦，好啦，我抗，我抗啦，啊，好事好事，哎呀，丢丢丢，换你，换你签你，啊，你签你，好，我签，我签。吴大人呐，要去恁家的路，要怎样行吼？会好行无？好行，好行，好行！我跟你讲吼，你吼要进出北门，然后对汉人讲，哦，然后对左边西一西，搁这边西两西，哎，弯对盐巴桥，哦，然后搁弯一弯西一两档，哎呀，这门前有一堆大石狮，顶咱顶面有啥？我你啊，就是下官府邸啊啦，好强好强好强啦！我抢，我抢，我抢！苏大林哥，苏大林哥，苏大林哥，苏大林，你亲命都冲我输呢！我来奉旨刚进，也来查街啦！照你县的儒家，你敢当？我做。你是阴波大神，你讲安怎就安怎无？如今已经是离间啊，你我就一同变卦，万岁。
亲家，我人前日面苏云波心里气功一案，并故忧心上孤线，敌人我关艰难感心，因何至今未来奉旨呢？这，行客万岁，我代人在下感心一案，因罗人员，想必出事，也该上吊服旨万岁！苏云波一个大人 ，QQ 拿拉上殿求见万岁。哦，快传你两人上殿见驾。娘子，万岁有旨，苏云波一个大人上殿见驾。娘子。爱卿，国民拟定心安扎乡，因何如此行踪啊？哎呀，万岁啊！俺更加出租清流，收买刺客，谋害一国，你真是何大胆！万岁呀，是我万岁呀，是我想这五代人来忠义万岁，万岁呀也多有不忠，如今你官官一向，再做出叛逆之事，其中另有万国也未可敌，还望万岁明察。是呀，五代人忠心耿耿，请万岁明察。五代人呐、伊有刺客亲笔口供，难道你就无半点人辨识故吗？是啊，莫大人，难道你就无伊刺公的蛛丝马迹啊？阿妈。哇，对，启大万岁！李神这后口供，那蛛魔之人就是苏进谦。立刻招来。哎呀，万岁！刺客高官啦，心无疑，平心判官以王为骄，一心烈志，一小计多中暗计，见红颜，主谋
神，叫起个亲手写的手笔，请万岁两眼千万。哎，阿兄来。你竟敢摕一张毛字白纸来满篇刮人，你真是好大胆！无可能，无可能，笔神快写个清清楚楚，我……我说偷偷对倒落去啊！毛字白纸去！哎，我管剃掉管带，你怎么不？臣妾万岁，安静重大，礼动精神。小姐，苏静清与郑天行乃有书信之谊，其中另有瓜葛，也未可知。还望万岁将刺客团来金殿一行，万岁爷英明果断，定能变出金甲了。是啊，请万岁传旨给东殿议事。嗯，瑞师，在。是个兴波大罗带来刺客前来询问。娘子。启奏万岁，小旦刺客到来，供出谁是主谋之人，必须甲刺客一同斩首示众，以正国法。苏卿半心，国王定将那刺客甲主谋斩首不赦。启奏万岁，奴才去了兴波鲁鲁，刺客不知去向，只带的金宝在殿外候旨。哈，属传金宝上殿门外。娘子，万岁有旨，金宝上殿。娘子，参见万岁。大嫂，大嫂，拄只迄刺客搁伫家咯，即阵走去倒啦？我咪哪会知？啊，人是你放走，敢会来问我？大大金宝书办刺客开动何罪？万岁爷，人是吴大人放走的，我有证据啦。哦，证据何在？啊，是安尼啦，万岁爷，吴大人哦，伊要将迄个女皇放走，啊，我死都唔去，啊，伊提这圣旨去我家作为证据啦，请万岁你观看。抓出来。大大无关，你也有什么话可讲？启奏万岁，将这主谋之人斩首示众。臣妾万岁，无关犯罪事实，但刺客上林下中，在罗城挂兵剑起擒拿，你也着刺客与他一同出战，奉献我主英明果断了。加上兵马司求见，传娘子。启奏万岁，李行尊敬，将无罪民奴李兵放出。小王，啊，大胆兵马司，你私房刺客，该当何罪？我不知罪在何处啊！好啊，你私办刺客，违开朝廷，罪犯欺君。兵马司，你为何放走李明？你在万岁面前，你就将些招嘛？哦，下官办来两条在处。哎呀，这又多了出来。
病毒利弊因阴暗受冤，向伊审问终结，查明无罪，经赵明信箱一一释放，放行出城，处置风邪并秘书，立交选感性无关系，我也狂打。小熊我差点站住我，万岁娘娘，哎，给我带领救我，啊，娘娘，娘娘！启奏万岁，斩首完毕。嗯。赵万岁，我甲这听甲紧罗神镇人求结十万人马进来攻城啊！哇呀呀呀呀呀！大马兴挂出城去，进啦！娘子，来了，小小戏棍演大戏，六一儿童来见面，有看有教，真闹热，雏鹰新生在看戏，李宁的素林六月一号到底来看戏，六一特别节目《雏鹰新生》，会记得来看哦。
来见宝相娘。阿来，本大王听到紧，敬请罗家之主罗生。正心上之路正必勇，哎呀，对呀，正必勇在出也。果真是天珠国是貌似天仙，哎呀，郑小姐何必在此苦苦思缠？快随公入后宫歇落去吧。为洪庆王之书前来包围，要是速速离开。还有救驾军，带走东向瓦岗镇。是。情报心切，到这就全部播送了了。明日是六一儿童节，我嘛为观众朋友啊安排了非常特别的节目。那唔闹放看戏，够放来耳戏。爱看戏的观众朋友。